今天上午6:30，台九线多良路段发生了大货车自撞山壁的意外，驾驶开车往屏东方向行驶，突然自撞山壁，撞击力道相当大，车头全毁，严重的扭曲变形，车壳也被撞到掀开，露出内部引擎，而驾驶呢是也受伤，送医来救治，幸好没有生命危险。